好，那再来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歌，就是我们吉他社的名字，就是我这首歌的歌名。那这首歌里面的你，讲的就是吉他社，你们也可以想成梦想，在许多有梦想的地方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希望我们一起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可以有一样的共鸣。那我们再来这首歌，那个他的麦克风的高频帮我少一点。那我们再来这首歌，青春飞扬。